的。怎么外面有人想上车？好扯哦！哦，因为已经破了，所以他现在就只是在展示异变剩几个。哦 ，OK 啊，哦，又是车厢问题哦。噔噔噔噔，哎，这里的人怎么都变得那么奇怪了？哇哇！跟他一起嗨，跟他一起嗨，剩五个兄弟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剩五个就快结束了，兄弟。噔噔噔噔，皮斯尔夫凯克啊。哎，很晃很晃。很晃啊啊啊，怎么办？等到他停，太晃了，音浪太晃，被撞到地上，哦，坐一下，太晃了，哇，哎，这就像这个最近地震有没有？我那个厨房就有挂那个厨具，对，然后这厨具就在那边摇来摇去，就知道地震来了。他好像就只是展示，他也不会停。那我走咯，异变室有展示地震，你干嘛？还没有提示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这样。异变三啥意思？就只是在前面晃来晃去，心理压力，给你一点心理压力。哎，来了。关灯的时候它会移动，开灯的时候它不动。趁现在 ，nice， 拜。怎么了？哦，什么啊 ？Do not get off。Get off， 不要降。Do not get off， 还是要等候它烟结束。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我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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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这个外面 ，Let's do， 兄弟，外面 Let's do 啊！还是我可以直接，烟雾弥漫啊，拒绝二手烟好吗？外面是谁？莫老五是不是猎人的梗啊？烟那么多，不行，拒绝二手烟。如月车站，哎。又是海报题是吧？这个没有变，蛮意外的。这个女孩应该要变了，结果都没变。这个图是变成我妈？哦，没有。哦，我就在看着你，目不转睛。Easy， 哎。哎，游戏就关了，自动关了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它破关画面就这样吗？自动关画面啊？嘿，作者，开不起来了，作者，异变零。对啊，一直坏掉。哦，重新开了，回来了，不一样的车站啊！八号出口。
我下车了，刚刚的那个不见了，哎，好像可以滑出去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先上去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啊，不是啊，啊，这个前面就八号出口了啊，所以八号车站是八号出口的前篇。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画面，八号出口，真的哇！原来我们玩的是前座啊！你一个的艾特前传八号车站啊！难怪我觉得啊，一进来有没有那个仿佛？有一点前世记忆在啊、哦，原来只是前世记忆。哎、欸，这个结局不错，不错。作者，你以为是续作，其实是前传。那下一次他出的会是续作还是前传？前传。噔噔噔噔噔。啊，这是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。我今天。测试设定的时候进来就有这个，先有这个语音，然后我们就从这里起来。所以我们获得两个成就，真的有第三个成就，可是不晓得第三个成就是什么，还是在刚刚的那个如月车站下车。我们唯一。应该说，这几个没有做到的就是那个 Do not open， 不要开。还是要开它。嘿，你好，是谁？你谁？哦耶！呵呵，我们跑一下一些死亡的。第三个成就是起雾下车。好，我们跑一下。应该说有会死亡的，我们就跑一下。哦，这很累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感觉失败就只还有门一直不开。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就往前冲，冲冲冲冲冲就完事了。嗨，你好，哇，啦啦啦啦啦，笑死。冲就完事啦！斯比德说：“那这红通通他也没有要干嘛，就继续走就对了。”就努力找回 Lazy 五都。它 Steam 上面有三个成就，然后它没有显示说成就怎么达成，所以我们确实还有第三个成就没有完成。好，我们破了真结局跟全异常结局，所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死掉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兄弟不见了，兄弟在后面，兄弟正面冲撞。跟兄弟正面冲撞，他就把我带回座位上。我怎么觉得屁股痛痛的？坐太久了是不是？好奇怪哦。这也不会倒，我们现在应该要找那种会倒的结局，没玩过的会倒的结局。冲啊！Do not get off! Do not get off! Do not get off! I want to get off! 我等很久了。
最后的成就是不是这里？兄弟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但我先走一步了，兄弟。啊，哎，真的有那种哎，如月车站的 feel。等下我先，等下把声音调到大了。哦，卡卡度，卡卡度，哎，可以掉下来。卡度，我要去哪里？真的掉下来了，顺着轨道走吗？看不到了，越来越看不到了。卡卡度又回来了。有没有他越走起雾越多，然后呢又恢复，他就把你传回来，然后让你再度回到卡卡度。那怎么办？无限车站呢？哦，获得成就，卡卡度 ，can't go home。我翻一下哦 ，can't go home，can't go home，can't go home。他就一直说不能回家，不能回家，不能回家，永远卡住吗？只能重开。哎，我再闯，我再闯，来回闯，来回闯，在雾里再开。关掉，重开会在哪里？哦，欸，真的就只能重开。卡卡度、酷酷度都可以。哦，最后一个成就。我们今天就简单玩这个好不好？啊，快速收工。不晓得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八号车站如何呢？想不到，以为是续作，破完了结局才发现是前代。它的游玩的方式就有没有？因为你已经有了八号出口的概念，一开始就很强，成功又让玩家一开始很强，有没有一直想着要回头就没有回头？但是这一代我觉得比八号出口，更胆战心惊一点。但我反而会期待，就是他可以做更多胆战心惊的，因为还蛮有趣的。虽然也可能因此会让更多人怕怕不敢玩，但我觉得这一代这样的玩法不错，好玩。也期待作者还会有新的游戏、新的篇章啦。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今天这部影片。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那我们今天就简单游玩好不好，就休息。今天都是想说在6月8号的这一天来玩这个8号车站。简单轻松过关，有趣好玩。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。我们明天也还有我们的致命公司，也都可以好好期待。大家晚安晚安。啵啵啵啵。